切，是那种纯粹无瑕的美丽。我盛装打扮的样子有没有让你心动呀？展现他作为律者信手拈来的强大实力，散发出俏皮挑逗，这也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可爱的艾莉西亚。在艾莉西亚的身后是水晶组成的神环，美丽又易碎，就像艾莉西亚眼中的人类和生命本身。星星划过的时候，要记得许愿啊。人类的始源在一切的最初，人性的种子正是由这片星海中萌发。您的一抹披肩花芽延展缠绕，构成了他身后的鱼尾，以灵动的姿态穿梭在这片梦境中。手中的权杖有时也会成为他的玩物，他会悠哉地坐在上面荡着秋千。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，艾丽也会召唤出巨大的摇鱼破冰来到他的身边，与优雅的水晶法术一起击退敌人。在这个艾丽所创造的世界里，你的关注点会不自觉地集中在他绚丽的演出上。致以无暇的时代。